是，这花是很漂亮，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来，你竟然忘了我对白汉敏感。我喜欢的是玫瑰啊，你就偏偏这么白啊！可是赵欢，什么什么是花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请你跟我道歉吗？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道歉？不是嘛？你不是通过启鹏说要请我吃饭，要请我原谅你，要跟我道歉吗？我也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啊？是你通过听力，你说你后悔。 你有原谅你的嘛？哦，夏华定期为，小姐是你女儿出来的，你竟然让我跟你道歉，我告诉你，这白花你留给自己用吧。姐，哎哎哥，姐夫，别买了，别买了哈，是姐大概的。我问你，是你买的？很好。天，天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好痛。 痛死我了！哎呀，难怪你声音都变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才会使你发生意外。不能怪你的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我不能怪你的，不能怪你的。哎，天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送你去美国治疗的。你用的。 手术过后，还未留下疤痕，我不能再当模特了，你一定会嫌弃我的。天美，天美，不要这么说。天美，不管你变成怎么样，我始终还是爱你的。那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哇，好感动啊！你不是天美。 我几时告诉你我是天美，我是淑芬。<笑>老公，天美，对不起，丁律师，我们跟你开个玩笑。天美，你也不是医生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因为，是啊，老公，其实。闲着无聊，拿我来开玩笑是吗？太过分了。徐白，你也是吗？对不起，老公，自从我当了模特儿之后，我只想到自己。 没有想到你的感受，我真的是很抱歉。上次在圣淘沙，你一直以为是在监视，不信任你。可是我的出发点，全部都是为了你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阿伟回来了，天美呢？啊？啊？